新北市的瑞芳区灾情真严重，今仔日搁再放一天的风台假。虽然风太贵啊，不过也是有真侪爱恢复环境这工课爱做。亲像关注民部落的阿美公园，因为土石崩落，对外交通断去，目前是也搁在清理当中。另外，瑞芳活动中心内底嘛，对部落撤离的来民众，予人安置伫咧内底，暂时是无法度断去因的家园。新北市瑞芳区的原住民部落阿美家园对外联络的一条车路，伫咧昨下晡的时阵发生即个土石崩落的事件，目前大型机构拢已经到现场来协助清理。等一下，我们会送便当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有请消防这边做一下协助，运送上去。对对对，我们现在商请消防一起过来。大卡车来来去去，车路拢是黄色的沙土。我准备部落阿美家园唯一的对外车路，和土石砍掉的。有一挂居民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，救沙啊出来。不过沙坡地实在伤粗，一挂老大人无法度用同款的方式安全落来，只好踮伫遮看，真无奈。也不太够了，就水啊、米啊、菜啊之类啊。有的有病人要比较不方便那一点，就因为路堵住啊，没有办法开车啊。到我中岛阿美家园部落有87户，计共150人左右掉在内底。公所已经送物资到现场，准备由消防人员以吊挂等等方式送入去。也有其他大土石流风险地区的居民，洪台来进前就予人撤离，安置在水边活动中心，无得回去。我们住的地方是面向海，靠山靠山壁，担心会有什么漏石啦、土石流啦，所以我们区公所那边就顾虑到我们的安全问题，才把我们撤离到这边。工作人员喷水清理车路，水沟啊拢是干沙土的黄水，等人来抽沙。虽然拜五随风放风台假，但是面对酸痛严重的环境，也有侪工课爱做。一挂居民也唔知虾米时阵才通确认安全，平安回去家园。记者龚林菊凯新闻报道。